冼林旭是香港泰拳理事会的应届主席，2019年第四届东亚泰拳锦标赛的比赛，我们香港呢就派出有11位的拳手，四女七男的，每一个级别呢都 有参赛的。今次的成绩呢，我想希望比以上一届更好了。我哋有九個地區嘅代表嚟參與呢個賽事嘅，咁分別有澳門啦、台灣啦、馬來西亞、菲律賓、日本、韓國，仲有蒙古。咁啊，梗係仲有，當然係我哋香港啦。經過呢幾屆嘅比賽啦，咁無論我哋香港嘅及外來的地區選手的拳藝咧，都大大的進步的。以前中華台北咁計，佢哋嘅拳手咧就我睇出，尤其是初初第一屆咧係比較普通的，但係今屆睇翻佢哋咧，哇！大大的進步，即係個表現咧就係、是、正所謂熟能生巧，打得多個成績咧自然會進步嘅，就會提升嘅。咁啊，依家嘅比賽咧，有幾個國家咧係特別強嘅，一個就係馬來西亞啦，一個就係菲律賓啦，咁啊同埋我哋香港。嗱，咁香港嘅選手咧，個水準自然係提高啦，因為我哋每一年我哋會有好多項嘅比賽，咁一年裏邊咧起碼都有十次八次噶啦。咁例如好似國慶杯新手最簡單嘅新手賽學界同埋回歸體育杯仲有依啲咧就係、是、係業餘嘅。咁其次咧，咁我哋仲有啲職業性嘅，咁大大小小咧都有一年裏面咧都有五六場噶啦，起碼就至於嚟唔到嗰個問題咧，中國隊可能係。本身佢上面國家嘅決策啦，咁我哋都唔知道係因咩事過，就係咁樣。咁借呢個機會咧，順道答謝由民政事務局係由康文署支持我哋嘅。咁啊，好多謝依以上兩個機構嘅鼎力支持，咁能夠我哋先係能夠完成呢次嘅比賽。除咗有個金銀牌嘅獎品啦，同埋好美觀嘅，咁啊仲有我哋有現金嘅贊助，都係多謝嗰啲贊助商嘅支持。咁啊最大多謝咧就係我哋個會長Sam 哥啦嚇，佢咧真係佢勞心勞力，真係好多謝佢。同埋咧，我哋更加要多謝咧，就我哋嘅團隊，我哋香港泰拳理事會教練領隊拳手同埋前前後後嘅工作人員，多謝佢哋咁多位。